最后盖上一横，就成一个女字。这不是一支独舞和其他表演不同的地方在于，它是以独舞的形式呈现。云如提出初步构想，由云儿用舞蹈来展现。在每次的演出中，她都会穿一件白色衣服，跳完后那件衣服无法再恢复原状，借由已经不再穿的衣服，在每次表演中做出新的呈现。我在想象的时候，因为是自己想嘛，很常是只想象一个人，有点像是在冥想的时候，一直看到我自己，我看到我自己这样。这个表演的最原始的想象就是只有一个人，因为它是一个关于自我的形式。在这不是一支独舞的表演展出后，云云团队诞生了。他们投入整个身体，探索不同的媒介，尝试去诉说每个故事的样貌，让他们得以跟更多人对话，阐扬团队的精神。我们是女性创作者，女性的生命故事相关的议题或者想要探索的方向，会是云云想要做的。另外一个就是不同媒介的探索，它的肢体性、它的表演性、它留下捕捉痕迹的方式，这中间的种种，那是云云的开头，就是我们用表演式绘画来创作。因为疫情的缘故，许多现场的表演必须取消，云云团队则开始透过线上演出、podcast 等方式来传递团队的能量。在创作过程中，投入对于无论是性别平权或是女性等各种议题的想象意识。就是虽然这个作品是从女字、女性、女人出发，但它其实更深层的是在讲作为一个人的事情。这些标签、这些框架，不是只有在女性身上的，可能是以不一样的方式去框住不同性别的这些人。我们是希望这个表演能够让他们不这么孤单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听见了，我们也一样。那我们一起跳这支舞，继续跳下去。